这么多刀叉，都是真金白银做的。 不过真好，多喝点，尝尝这个。小偷，我只是对不起夫人。新娘子怎么这副打扮？婚礼不是应该马上开始了？夫人，难道她认识我？ 你干嘛？你这个恶魔怎么敢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这里是我家。 对于你这种嫌贫爱富的女人，我已经很礼貌了。看来你对我意见很大。我不是对你意见很大，我是对你全家意见都很大。你爱我吗？ 那你为什么要娶我？谁跟你说，非要爱我才能娶你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弄这个？ 怎么了？怕了？你要是清白的，怕什么？无视他就行了。
这是将军府历代传下来的规矩。听好了，今天晚上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凭什么呀？我可是个女生。枉你还扬言打击犯罪坏人，我看你就是个坏蛋。是我的，你睡地上。耍无赖是吧？你要是打女人，你就不是男人。你干什么？卧室的床归你，我睡沙发总行了吧？不行，走。你这是故意勾引我是吧？好，我成全你。跟我装贞洁是吧？你别忘了结婚之前就跟我同过床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同过床啊？你给我放开，放开，放下了。
你逼我的。那你也要受着，不止今晚，不止这一件事，因为你我之间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旧瘾。没想到你把婚姻看得如此不堪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上官家的生意出现危机，如果没有我家帮助的话，恐怕你上官家的百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吧。所以你才要嫁过来。你爱的根本就不是我，准确地说，你爱的只是我带给上官家的利益。为了爸爸和祖宗的家业，我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，嫁给这样一个看不透的霸道男子，真的值得吗？天祥，没想到你就是隐姓埋名的将军继承人，你藏得可真够深的。来酒啊，来酒啊。先生，您喝得太多了，结账回家吧。小爷我有的是钱。是我姑姑可是将军府里的首席管家。滚，给我拿酒来。酒，拿酒来，拿酒来。帅哥，一个人啊？雪儿，我喜欢你，叫我雪儿。我的名字叫赖雪。我当然知道你叫雪儿。我想和你回家。
没关系，还有很多，再上一碗来。还有就是，这次蜜月不允许带手机，手机没收，不允许见任何人，包括你爸爸。规矩我都跟你说完了，下次别再烦。我的战友要来了，第一次见面，别给我丢人。朋友，我不能呀！喂，如果把你这射击视频发到网上，那些不法分子说不定就不敢犯案了。打击犯罪分子确实是我的理想，如果要真能起到震慑作用的话，那也无妨。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哪儿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欢迎你们。哎，对了，我不是教过你打枪吗？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什么时候教过我打枪啊？开枪！天翔，天翔！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陆爷这小子，不知道又在哪个女人怀里逍遥，不接电话。去医院吧，伤口这么深。你傻呀，这时候别说去医院了，就是请医生也不行。天翔受伤的事情要是被将军知道了，那我会包扎伤口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没事。走。愣着干什么？来，帮我脱衣。这么欺负我，武天祥！一生最爱的人，才给我一个吻，不要留下我一个人，纪念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。我真的想不通。雪儿为什么不肯承认和我在中国就相爱了？那时的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。后来我失去了雪儿的消息，再见她时，是我从中国回来后，执行一个解救人质的任务。那天几个绑匪绑了妇女，我得到命令后立即赶到。当我把绑匪打倒在地，冲向人质的时候，我居然发现奇迹发生了。我日思夜想的雪儿，神话一般的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欣喜若狂，无言以表。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雪儿竟然像陌生人一样，她表现得冷冰冰的，甚至在我亲吻她的时候，她无比的抗拒。干嘛？最后她推开我跑掉。我追着雪儿去了她家，希望能听到她的解释。
住嘴！让开！说你呢，别往里进了。你找谁？我找我的未婚妻，雪儿。你胡说八道！雪儿一直在中国，怎么可能有你这个未婚夫？雪儿的未婚夫是将军的人。我就是将军的人，我是在中国认识的雪儿。他当时被混混欺负，是我救了他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后来他说要回国征求您的意见，然后就一去不返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你要是不信，您可以去问雪儿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虽然你之前救过我。你说什么？雪儿，我是武天祥。天祥啊，我不记得你啊。你说你认识雪儿，那雪儿没跟你提起过他父母是干什么的？他最后一次向我借钱的时候说过，他说他母亲出了车祸，他父亲，他的父亲干什么的？捡垃圾的？小商贩。小商贩，说得好！你没看见雪儿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，她的爸爸就是我，本国的首富。你个穷小子，想讹钱，你也不打听清楚了，就跑到这里胡闹！来人，给我拉出去！我最恨这种嫌贫爱富、仗势欺人之人。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，也没跟雪儿讲过。我的身份其实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将军继承人，因为我认为。爱情是纯粹的，不能掺杂金钱或者权力。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让你长点记性。我警告你啊，别在外面乱说话，坏了我们家小姐的名声，否则打死你。走。当雨水浇到我的身上时，我不仅身上冷冰冰的，心也冷冰冰的。我发誓，一定要让雪儿嫁给我。而这一切对于我来讲，简直太容易了。我决定结束这种隐姓埋名的日子，因为我就是将军的继承人。你立刻搬进将军府，从现在开始，成为我将军府的继承人。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在这儿挡我路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想去上个厕所，差点把我绊个跟头。到床上睡。愣着干嘛？还想再绊我一次啊？哎，
别让水，别靠我太近。女人认真时的样子，真是比撒娇的时候更有味道。来，你别想让我抱他，我怕狗。你怕狗？嗯。你以前不是不怕狗的吗？怎么了？你嫌它脏啊？哎，亏你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当什么儿童插画师，帮助自闭症儿童，一点善心都没有，虚伪。你可以嘲笑我，但是你不能够嘲笑我的理想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插画师，走进自闭儿童的心里。只是我一直都很害怕动物。哎呀，真不知道你是善变啊，还是爱装。我，哎，我们阿当啊，最近食欲不太好。我怀疑他是自闭症的征兆，要不这样，你给他疏导一下。怎么，你别告诉我你有物种歧视啊？我没有，只是阿当又看不懂我的话，我怎么疏导他？怎么看不懂？正所谓爱美之心，人狗有之。虽然你不美，但是估计啊，你勉强能符合他的审美标准。这样，你就好好的画他，画完之后呢，再带他去吃个饭，睡个觉，散个步。我估计啊，阿当会给你面子的。Thank you.
好乖啊。嘿，哎，等等我。抱抱，过来抱抱。哇，好乖啊。我是你唯一的烦恼，我想快跑。怎么样，他很可爱吧？哦，很可爱。哎，天翔，我们给他起个名字怎么样？就叫他阿当吧。嗯，阿当。那好，阿当，你就是我和雪儿爱情的见证。吴天翔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我大概了解了，不是更年期，是你迷上了所有妖气猫网站的游戏。哎，这种情况就像你迷上了一本图书或者迷上了电视剧一样，没关系，戒了就行了。不是，可是这个妖气猫网站里面游戏真的特别好玩，有太多好玩的游戏了。哎呀，我这平时工作忙，忙完以后就靠它来释放压力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游戏真的这么好玩？那是当然了。哎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看你看，这里边有好多好玩的游戏。你看你看，这个是我经常玩的。
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，爸爸？我只考虑是否对我们上官家整个家族有利。现在上官家族急需银行贷款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妈妈宁愿死，也要离开这个家。你如果能生下儿子，你也可以离开。新郎的照片马上派人送过来。长什么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终身幸福能够拯救整个上官家族。哟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当然没有打扰了，去找药吧。谢了。你们这些妇科大夫都这么给病人看病呢？这得视情况而定呗。你现在新婚燕尔，我一个人真是太无聊了。对了，像你这种风流多情的男人，一定有讨女孩子开心的法子吧？哎，怎么着？你想讨上官雪儿欢心啊？听说你一直致力于给自闭症儿童画插画，画得这么好，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？我现在的处境能开心得起来吗？那让你现在跟少爷离婚，你同意吗？其实你已经爱上吴天祥了，为什么不肯承认呢？虽然当初你是被迫嫁到吴家来的，但是既然已经嫁过来了，为什么不好好的珍惜呢？这话你应该跟吴天祥讲。我是过来人，所以劝你一句，好好的跟天祥过日子，这对你对上官家都好。你爸爸不是一直在等银行的贷款吗？你这样下去，他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这笔贷款呢？
玫瑰代表爱情。老天爷，如果我真的爱上那个人了，那你就在我的手上放一朵玫瑰花。我答应你，我这双手一定给你一个幸福安定的未来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。不管再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。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，你把符牌送给了我，这次我负责给你幸福。到底在哪里？到底在哪里？我要见人，喜欢吗？要见事，我亲手将你绳之于法。你送的我都喜欢。那只有判你们死刑。今日，我和上官雪儿，在您老的见证下结为夫妇。从此不管贫穷富贵，我都会爱她。若违誓言，天打雷轰。青霞已经是你老婆了，亲已经成了，喜宴也摆了，我在外面已经成过亲了。我对青霞没有爱心，他们干为了我当我自己，青霞已经是脱离人我的大老婆。我也把你融化了，你对我说的话也是。武天祥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袭击我，好好跟我说话。永远都是雪儿，还记得从前你跟我说的话吗？吴天祥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眼睛却好像透过我看着另外一个人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每次这么理直气壮地责备我？明明是你否定了从前的一切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行了，装。你要是喜欢装就继续装，没人拦着你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按照规矩，这个周末你要陪我回家看望我爸爸。只要你乖乖地待在我身边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会做到。上官先生，这都等了一天了，你那位女婿怎么还不到啊？这王行长，我的女儿和女婿新婚燕尔，他们难免时时刻刻腻在一起，是吧？迟到了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说的对，也许现在将军公子正在苦恼怎么给你这位岳父大人挑礼物呢。那是，有了我这位女婿保证，行长大人，我入股贵行成为股东可不能一拖再拖了啊。好说好说。女婿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王行长，
这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晚上还有个聚会，先走了啊！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好好好，再见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武天祥闹别扭了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你能不管吗，爸爸？现在你和武天祥的事是咱们上官家最大的事情。他武天祥不是口口声声说爱你吗？就因为我打了他，记仇了？我很累，爸爸。是啊，爱情这东西太虚了。听爸爸的话，赶快怀上孩子。只要你生了儿子，他武天祥再怎么冷漠咱也不怕，因为将军的孙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别做梦了，爸爸。嗯，我和天祥到现在还没有。你也真是没用。行了，这件事啊不用你操心了，爸爸帮你。爸爸，你别胡来。没事，爸爸只是让你吃一些有助于怀孕的汤罢了。好了，我去厨房安排一下。爸爸。这汤不能喝。为什么不能喝？哦，这个汤啊，这个汤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个汤火候不够。拿下去重新做一下。是。我家客房很多，你去睡客房。这个房间我喜欢，你去睡客房。我去就我去。怎么回事？不用想，肯定是你爸从外面把门给锁上了。他不是一直惦记着你早日生下孩子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可都是我的地盘，你可别想占我便宜啊。你想多了，我是不会让你怀上孩子的。老规矩，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下。这里是我家，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
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只是把话说清楚而已，你犯得着生气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生气，也应该是我生气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爸这脑袋一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他这一天。陆远，嗯，今天晚上你务必来我这儿一趟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，连我姑姑都不能说吗？你这么说啊，我倒真好奇是什么事情。你说什么？真的要成为武天祥的新娘了吗？想想这些天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出狱时他从绑匪手里救了我，婚后虽然变着法子折磨我，但是危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时间挡在我面前，宁愿自己被玻璃扎伤。这个男人霸道而无理，但却偷偷拿走了我的心。天哪，我真是疯了，我竟然被他的霸道控制住了。天哪，陆爷，怎么是你啊？武天祥请我过来，带个女医生给你做检查。检查？什么检查？
他让这个女医生检查一下你是不是处女。喝一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羞辱我！羞辱你？有吗？哦，这只是新婚之夜之前的例行检查。你为什么要让陆野带个女医生来检查我？你不会是想让我亲自检查你吧？亲自拆穿你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貌似修复一个只需要一杯咖啡的钱。我可不想今后都生活在你的谎言之中。把过去藏在昨天，让自己好一点，回来后却才发现你褪色的照片。孤独是一种考验，失去你那一天，就像失去整个世界，一瞬间就毁灭。一生最爱的，既然爱得这么痛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又或许是我错了？不，怎么会错？时间、地点、服牌、模样都对，我又怎么会错？找个医生查查，看有没有消息。是。没有，我可以肯定这一点。不过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因。将军，对不起，雪儿她不是这个意思。该道歉的人是我。你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，本来想给你找一个最好的，没想到竟找了这样一个妻子。我，将军，我觉得雪儿她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不是最近在家闷得太久了，我听说心情不好会影响怀孕。要不这样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想抽空带她出去转一转，我想这样能有些帮助吧。也罢，只要你们能怀上我的孙子，你们去哪儿我都能给你们安排。
来，吃饭。下了车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。行啊，不过要住在一起。你别忘了，后面还有将军府派来监视我们的人。
哎，雪儿，武天祥啊，他正在夜店给一群女人狂欢呢。你今天不是刚拜访著名的插画大师了吗？应该挺累的了吧？啊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嗯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还不睡？她不是沈墨雪儿，她是上次拿走我戒指的女人，果然跟上官雪儿长得一模一样。武天祥曾经说过，上官雪儿曾经抛弃过他，该不是抛弃武天祥的，就是这个女人吧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下次我一定带你去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地方。今晚就陪哥几个玩玩吧。他真跳了，真没劲。撤，
我们走吧。好。去夜店。让我进去，出去！你们让我进去！快走！那个女人拿了我的钻戒，我没喝醉，没喝醉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快走！你干什么呀？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你在向谁发号施令？我是你的男人，合法的丈夫，你早就应该尽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了。一生最爱的人，再给我一个吻，不要留下我一个人纪念曾经我们。为什么好像从来没跟男人在一起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你知道我昨晚遭遇了什么吗？雪儿，我真的不知道你。我先是被你伤透了心，然后遇到一群小混混，我好不容易跳水逃了回来，你就在我筋疲力尽的时候欺负了我。这么说，你昨晚没去夜店，你也没见过陆野。你又想给我安什么罪名？谁？是我，陆野，开门呐！哎，胡天祥，你误会上官雪儿了。当初是这个女人抛弃了你，不是上官雪儿。到时候不要纠缠着天祥。天祥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找得很辛苦。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上官雪儿是你。没关系啊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就是将军府少夫人。你离婚了？啊？你们离婚吧。不行，我已经爱上我的妻子了，在我一次次伤害她、折磨她的同时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。
你不爱我了？也许曾经爱过吧，但从今以后，我只会爱一个女人，那就是我的妻子上官雪儿。我不管你究竟是谁，但我请你务必要记住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划清界限，再无关系。现在才说划清界限，已经晚了。刚刚上官雪儿就站在门外。武天祥果然是爱着赖雪，我输得彻彻底底，失恋又失身，现在我可以死心了。不要扔，雪儿。我输了，好好珍惜这个男人吧。这个男人在爱情方面很任性，像狼，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是一辈子。哪一种美好会属于我，两个人的温暖会不会冲出不一样的烟火。天晓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伤害太多太多，我恨但又爱你，我们之间的缘分就交给老天吧。要是你能找到戒指，我就原谅了。我不愿错过你，我要我们在一起。煽情的话语，酒杯的情绪，熬过午夜还是失忆。我不能错过你，我要我在一起，穿越千万里，只为遇见你，和你携手不离不弃，陪你慢慢老去。煽情的话语，酒杯的情绪，熬过午夜还是失忆。借我找到你，我要我们在一起，穿越千万里，注定是你，和你携手不离不弃，陪你来笑一个小人物。老婆真可爱，谢谢，这下我儿女双全了。这什么想？哦，对了，什么想？赖雪啊，把符牌还回来。两块符牌，一个孩子一块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你这几个月做的插画，我都帮你出版了。我以你的名义捐给了很多自闭症的孩子，他们都特别喜欢。我听陆英说你这几个月疯狂抓人，老公我为你骄傲。要我说呀，少爷要是没事的话，去把陆野给我抓回来，成天没事就知道满世界去追那个什么赖雪。他呀只不过是想拿回那枚戒指罢了。好了。哎呀，赖雪那个丫头我可是领教了她的厉害，那么多男人都栽在他的手上，小心呐，陆爷有去无回。对了，
先别管他了。我听说啊，最近中国那边放映一部电视剧叫《羽毛耳环》，里面的男女主角跟咱们俩特别的像。是吗？那我可要好好看看。上官雪儿在您老的见证下结为夫妇，从此不管贫穷富贵我都会爱她，若为誓言天打雷轰。